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是我们的头颅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下颌骨，那么上面是我们的这个头颅的一个骨头颞骨，所以颞颌关节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如果零食吃太多过年过节完以后，有些人就会抱怨在一边的这个侧边耳朵前面那个地方会发生疼痛的一个状况，嘴巴给它张开的时候活动的时候还有声音会产生出来。那为什么这个声音会听得很明显？就是因为它后面就是我们的外耳道，他的这个隔壁邻居就在相靠近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发炎反应疼痛的一个状况，我们在这个活动的一个过程中的不舒服，那再加上声音的音效效果加成的一个作用的时候，这个不舒服感肯定会加倍的不舒服的一个状况所以不要吃零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把让这个颞颌关节能够好好的一个活动长保它的，因为这是也就是一个关节，你过度这个不适合的一个使用的结果，绝对在这个地方容易造成关节的一个刺激，关节的一个病变。好，后面这是我们听觉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的听觉系统从外耳道进去以后，它会经过那样的一个外耳道，那走蛮长的一个路到达把那个耳朵所收集的一个讯息内耳所收集的一个讯息变成这样的一个神经，第八对脑神经传达到我们脑干这附近来。所以送到这个脑干这附近来以后，它会再往上送，那不只是到这个位置因为只有到这个位置是还不够的，它还要再往上送到我们的这个更上面的地方，到我们的视丘这个地方，然后再更往上送到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这个视丘的一个位置然后再往大脑的地方皮质那个地方去送。所以我们解读我们听到的一个声音事实上走的路径是很远，那所以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刚刚是颞颌关节，这个是确实是有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杂音但是有时候耳鸣明明就没那个声音，可是我们听得到好像是幻听一样，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路径过程中，某一些因素加进去，使得我们的一个听觉的一个单纯性清脆性、清澈性发生改变的一个结果，就会听起来有那些不管是低频还是高频的这样的耳鸣的声音。当然，后续还是要请耳鼻喉科医师或者神经内科的医师对耳鸣这个地方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这个到底是器质性，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个这个很有气质那个气质，器官的器物质的质，器质性就是表示这个器官某个位置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当然那个地方再进一步做它的一个这个整理处理非常重要。所以听到声音看到这样的钢琴铺上这样的一个毯子这个看起来气质很好人呢看不太到一个小朋友在这个位置这个是瑞典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位画家卡尔拉森，他画的这个学琴的样子，这是他女儿，所以他对女儿跟他儿子的一个这个情感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你画作中做一个比较。这是女儿的卧室，女儿的卧室，那女儿在哪里？在这里。有时候女生或者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不一定要在更固定的那个地方，有时候就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就是稍微小睡一下，累了睡一下这个感觉蛮好的。可是她故意就把它摆在那样的一个角落，还是整个画面让你感觉非常干净的那种北欧风格，冷冽但是又有点温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画他女儿，你看红色系列，刚刚这个穿的是红衣服，现在穿的是红衣服在特定的一个节日里面点燃那个蜡烛表示着未来充满着这个希望的意思。然后他跟他女儿的合照，你看不是合照了，画在一起的那个意思，这是卡尔拉森，这是他女儿，你看看爸爸笑得很灿烂，女儿也是非常开心那样的一个状况。好，这是他女儿，他儿子呢写功课
很不甘心，很不情愿那个样子，头往外窗外去看了、外面的这个这个树叶是不是黄了啊？鸟叫是在哪里的一个声音啊？无时无刻啊，每个地方都是要写功课也是一样，写一写功课以后就举头望明月，外面也没有明月，就是望的是清风明月，然后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打个盹那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也画出了那个真确实啊，小男生小女生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当然那个时候的女生比较不需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男生就要课本认真的去读啊。好，他背后的画作就把他自己的画作，这是卡尔拉森这位画家，就是这位画家的自画像，他把它画出来啊，表示啊，爸爸的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那个爸爸盯着你，你不要在那边打瞌睡啊，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卡尔拉森本身也有他很特殊的那样的一个风格，跟你想象中北欧孟克的那种风格，他是瑞典的，所以我们现在瑞典有名的那个家具行，你可以看得到家具的那样的一个设计啊。都约略有这种风格，你可以感到那种简洁，但是又非常单纯，也不会很有距离那种感觉。可是那个男生家在这里，显然就不怎么快乐，那男生不快乐，所以还是要多鼓励啊，这是非常重要，不要只是说男生你就是要恨铁不成钢啊，所以啊你就要承受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啊。多培养多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那种能让有时候是紧有时候是松的一个过程，这是人体的器官里面都是这样子、啊、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紧缩松的一个过程发生问题啊，结果会出现这样子一个6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了一个症状，喘啊，看这个 X 光，哇，这个当然喘，然后一边的肺都已经白了，就表示肺炎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喘，但是这个喘之前发烧之前，他还有一些症状，就是胃口不好，然后体重减轻，这个怪怪的，因为这个是在发炎肺炎之前，这是有发炎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会发炎？那大家想就是这个气管支气管，然后局部那个地方分泌啊，可能痰啊，或者是感冒的关系啊，让那个黏液增加，所以使得它的一个空间减少，细菌就容易在这个地方繁殖啊，就形成肺炎。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从侧面来看的时候，肺炎发炎是有发炎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是发炎的地方以外，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这是很奇怪，这是发炎有一些积水的一个状况在肺部，这个这是横切面来看，这前面是气管，后面这个地方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这么大一个东西，从侧面来看的时候，前面的气管后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食道。食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食道通常我们照影像的时候，那个扁扁的，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因为里面没什么空气啊，所以扁扁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扩大的一个状况？就意思就是食道，我们食物进去以后，一进入到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有个括约肌根本在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在食道末端这个地方啊，没办法放松，所以就整个就锁紧，锁紧的一个状况之下，在这个地方整个一个紧住紧的一个状况之下，食道食物就过不去啊，就是叫食道迟缓不能，也就是不能放松的意思啊，不能松弛的意思啊，于是这个地方一直紧缩的一个状况之下，上面的食道食物在累积的结果就扩大的跟胃一样大的一个状况，这非常恐怖啊！其实在这个之前一定会出现，它就是吞咽有困难，然后食物的味道、发酵的味道，甚至于有一些异味的产生也会产生出来。问题点就是在这里，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呢、啊，让这里的一个神经啊没办法放松，所以胃镜看的时候，你看食道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扎在那个地方啊，要通过去。你说这个不就是外科开刀？不是，洞这么小，现在这个肠胃科的力量啊，肠胃科的功力很强啊，它可以经过内视镜找到那个通路出来，然后用一个东西给它撑大，这就是好像我们心导管一样啊，气球给它撑大。撑大以后，让他的一个食道的一个空间啊恢复成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他发炎也好了，食道迟缓没办法放松的情形也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紧缩跟放松之间彼此的一个配合啊，是人生上也是我们要学的一些课题啊。所以回到小朋友，到底一直念书好不好呢？有时候也要走到户外去啊。在那个地方，每个都在笑，女生也在笑，小男生也在笑，我们大人也要走到户外去啊，笑一下吧，大家。
收看，再会。